上最佳的选择就是什么？中国电视公司的我猜。我们节目有几年了？哦，13年了，快要再过4集啊，就是666集，666。你人都老了耶，13年来。对呀，皱纹多好多条，肚子好大现在。但依然不变的是那颗幼稚的心。什么话？我讲这个啊，白发是智慧的象征，是皱纹是经验的累积。白发跟皱纹同时来的时候，就是你老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叫吴杯杯就好了。哎，这个音乐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有警行厅哎。哎呦，我妈！那赶快来介绍我们的来宾，好不好？第一位赏心悦目的前三位先介绍。好的，好吧。第一位是我们王心如小姐。Hello，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好甜美哦。以前的亚米嘛。对，我发行了。哎呀，心如啊，加油啊！哦，新歌来了，新歌。对对对。叫做哥本哈根的童话。哥本哈根。好，那我唱我的创作曲好了，叫做。你有创作？对，我在里面有创作一首歌。你刚才点说我创我的唱作曲，对不对？很坏哎你。给面子哈。好。到底爱怎么了？我还不知道，没有你我能不能面对孤独？你的眼神麻木，多么清楚，我已经不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幸福。加油一下，好吧？希望再回来的能够把这个成绩单交出来，好吧？好，再来第二一组人马，唐青慧还有花花姐姐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Model。是啊是啊，哎，青慧都在我们那个案发现场躲猫猫嘛。对。对呀，所以她是一直躲着，从来没有出来过。有，她当小天使这样。还要报时。时间剩下多少啦？30秒。啊，我赶快访问，后面有三个已经蓄势待发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史上最夯团体——警行厅男孩。我们这个先表演还是先访问？因为只能选一种。访问好了，那就访问。这么不想表演呢？你们为什么？我们想看呢。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团名就取很棒，花花取得不好嘛。你们这个名字取得很好。为什么？警行厅男孩，他们出唱片了，因为他们就是唱给鬼听嘛。叫千人迷是不是？谁？我助理去买他们的专辑，竟然还送毛巾哎。